首先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八卦掌的基本形态。镜形，一，手形。龙爪掌，立掌作腕，五指分开，食指竖直，大拇指外张，其余四指稍结微扣，虎口撑圆，掌心凹空，为龙爪掌。牛舌掌，侧立掌，手掌前伸，拇指一侧向上，四指并拢，拇指内扣，掌心含空，掌背凸起，呈瓦拢形，为牛舌掌。羊掌，手臂前伸，指尖向前，掌心向上，为羊掌。斧掌，手臂前伸，指尖向前，掌心向下，为斧掌。二，步行。弓步，两脚前后开立，前腿弯曲，脚尖向前，膝不过脚尖，后腿绷直，脚尖外摆45度，重心在两腿之间，为弓步。马步，两脚平行开立，略宽于肩，脚尖向前，屈膝下蹲，大腿接近水平，重心在两腿中间，为马步。半马步，两脚开立，略宽于肩，屈膝下蹲，大腿接近水平，一脚脚尖外展45度，重心略偏向支撑腿，为半马步。虚步，两脚前后开立，屈膝半蹲，前脚脚尖点地，后脚全脚掌着地，重心落于后腿，为虚步。三，身形。以左势为例，鸿雁出群，上身直立，腰左转，面向圆心，屈右膝后坐，左脚在前，全脚掌着地，重心偏向右脚，左臂屈肘内旋，左掌呈龙爪掌向圆心，指尖高于眉齐，右掌趴腕，手心斜向左下，中指指尖靠近左肘，目视左掌。动态，一，手法，穿掌，牛舌掌向前方穿出，为穿掌，手心向内，为侧穿，手心向上，为仰穿。手心向下，为俯穿。托掌，仰掌，向前上方托起，为托掌。消掌，仰掌，借助前臂和手腕力量，小指外侧向前向侧削砍对方，为消掌。扇掌，五指自然伸出，拇指一侧向上，手腕放松，借助前臂和手腕力量，掌背或掌心扇击对方，为扇掌。他掌，
抚掌向前伸出，沉肩他腕，用掌根击打对方为他掌。外旋掌，外国掌。立掌，掌心向外，前臂外旋，小指侧沿手心方向拧果，呈掌心向内为外旋掌。内旋掌，内国掌。立掌，掌心向内，前臂内旋，拇指侧沿手心方向拧果，呈掌心向外为内旋掌。二，步法。摆步，身体自然而立，一脚向前迈出，脚尖外摆落地，两膝略弯，头直目正，松肩沉肘为摆步。叩步，身体自然而立，一脚向前迈出，脚尖里扣落地，脚心含空，两膝略弯，头直目正，松肩沉肘为叩步。摆叩步，身体自然而立，一脚摆步，另一脚叩步，呈倒八字，两膝弯曲，重心在两脚之间为摆叩步。汤尼步，身形手形呈鸿雁出群式。左右脚依次上步，沿圆走转或走直线，两脚迈出时脚尖先探出，然后全脚掌落地，脚掌与地面平行平移平落，犹如在稀泥中趟行，为汤尼步。闪步，以右闪步为例，前后站立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向右侧迈出一步，左脚落于右脚前方为闪步。绕步，以右绕步为例，前后站立，左脚在前，左脚向右前方绕出一步，脚尖外摆，右脚上步落于左脚前为绕步。一段单练套路，左右式。首先，请完整的欣赏一遍一段单练套路，左右式。现在请看一段单练套路左式第一掌完整示范。
现在进行一段单练套路左式第一掌分解教学。抱拳礼，身体右转，两臂上托，屈膝下按，上步穿掌，转身下按，左脚进步，右脚上步，左脚上步，右脚上步，左脚上步，右脚上步，左脚上步，右脚内扣，转身左扣掌，上步立穿掌，绕步刁拿，上步削掌。请看一段单练套路左式第一掌动作要点提示。起势，走转时腰左转，双手朝向圆心，左脚走直线，右脚稍内扣，放松自然，行走均匀平缓，目视食指方向。立穿掌，走转时摆扣步要到位，穿掌时四指要并拢挺直，力达指尖。绕步削掌，右手刁拿回带与左手削砍同步，砍削力点在掌外沿。现在请看一段单练套路左式第二掌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一段单练套路左式第二掌分解教学。撤步左拨，左上托掌，上步右他掌，根部抱球，右架左穿，左腋底藏花，右鸿雁出群，右脚进步，左脚上步，右脚上步，左脚上步，右脚上步，并步下按，身体右转，抱拳礼。现在请看一段单练套路左式第二掌动作要点提示。托他掌，右掌前穿要有螺旋劲，他掌要有寸劲，狮子张口，左脚上步抱球，左手仰穿，右手托架，要连续完成。一段对打套路左右式，首先请完整的欣赏一遍一段对打套路左右式。
在请看一段对打套路左式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一段对打套路左式分解教学。抱拳礼。乙向后转，甲乙两臂上托，屈膝下按，上步穿掌，转身下按，左脚进步，右脚上步，左脚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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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步，甲乙右脚扣步，甲摆步压腕，乙随势左转。甲上步穿掌，乙右拨左穿，乙进步右他掌，甲随势。甲绕步刁拿，乙随势。甲上步消掌，乙后缩避让。乙右架左穿，甲右转外拨。甲乙左叶底藏花，右鸿雁出群。右脚进步，左脚上步，右脚上步，左脚上步，右脚上步，左脚上步，右脚上步，并步下按，甲向后转，抱拳礼。现在请看一段对打套路左式动作要点提示。甲立穿掌，乙托他掌。甲穿掌立打指尖，乙他掌立打掌根。甲绕步消掌，乙狮子张口。甲左小指外侧消砍，以抱球旋转连贯圆活。一段拆招，首先请完整的欣赏一遍一段拆招动作。立穿掌拆招，绕步消掌拆招，托他掌拆招，狮子张口拆招。现在拆招动作，立穿掌拆招，绕步消掌拆招，托他掌拆招，狮子张口拆招。
现在进行一段拆招动作分解教学。立川掌拆招，甲乙相对站立，乙右拳击胸，甲勾手搂压，甲上部立川掌。绕步消掌拆招，甲乙相对站立，乙右拳击胸，甲绕步刁拿，上步左消掌。托他掌拆招，甲乙相对站立，乙右拳击面，甲右掌左拨，甲左掌穿托，上部右他掌。狮子张口拆招，甲乙相对站立，乙阳掌削劲，甲翻掌托肘，甲上部右插喉。首先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八卦掌的基本形态。镜形，叶底藏花，背对圆心，两脚分开，内扣成八字，两膝内合，左手内旋，手心向外，大拇指向下，屈肘于右胸前，右手外旋，由左臂腋下平穿，手心向上，两手屈肘环抱，腰左转，目视圆心，为叶底藏花。动态，左穿掌式，并步直立，屈膝下按，左脚向前迈出一步，重心后移，身体左转，左手以牛舌掌伸向圆心，手心向右，高与胸齐，右手以牛舌掌摆至左肋间，目视左手，为左穿掌式。二段单练套路，左右式。首先，请完整的欣赏一遍二段单练套路左右式。现在请看二段单练套路左式第一掌完整示范。
现在进行二段单练套路左式第一章分解教学。抱拳礼。身体右转，两臂上托，屈膝下按，左穿掌式，左脚进步，右脚上步，左脚上步，右脚上步，左脚上步，右脚上步，左脚上步，右脚内扣，转身左扣掌，上步俯穿掌，摆扣步左转，上步左拍掌，绕步独手，上步撩阴掌，绕步右抹，双抹缩身，上步双推掌。请看二段单练套路左式第一掌动作要点提示。转身拍掌，左摆步，右扣步，左摆步不要停顿，左拍掌时手到脚到，撸手撩阴掌，右脚上步与右手前撩要同步，撩掌力打掌根，绕步双推掌，双推掌时手到脚到，腰背发力。现在请看二段单练套路左式第二掌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二段单练套路左式第二掌分解教学。右转横肘，左扣步转身，双架手，分手弹踢，左手下搂，落步横推，右闪勾搂，穿手劈掌，侧步回拉，左腋底藏花，右穿掌式，右脚进步，左脚上步，右脚上步，并步下按，身体右转，抱拳礼。现在请看二段单练套路左式第二掌动作要点提示。摆步横肘，以腰带动发力，摆步与横肘上下相随，架手弹踢，弹踢时先提膝，小腿再摆动弹出，力打脚背，片旋横推，以腰为轴带动横推，横推时要有向左的弧线切力。二段对打套路左右式，首先请完整的欣赏一遍二段对打套路左右式。
现在请看二段对打套路左式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二段对打套路左式分解教学。抱拳礼。椅向后转。甲乙两臂上托，屈膝下按。左穿掌式，左脚进步，右脚上步，左脚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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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步。甲乙右脚内扣，甲转身左扣掌，乙随势左转。甲上步俯穿掌，以身体后缩，以穿掌隔架，甲随势，以雕腕后拽，甲随势。甲摆扣步，乙摆步，甲上步左拍面，以右转双架手，以分手右弹腿，甲身体后缩，甲绕步勾搂，以随势，甲上步右撩裆，以落脚搂手，以片旋横推，甲随势后坐，甲绕步右抹，以随势，甲上步履带，以随势，甲双推掌，以随势，以搂按，甲随势，以右闪劈掌，甲随势，甲以左腋底藏花，右穿掌式，右脚进步，左脚上步，右脚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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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步，并步下按，甲向后转，
抱拳礼。请看二段对打套路左势动作要点提示。甲平川掌，乙百步横肘。甲川掌力打指尖，乙格挡刁拿要顺利。甲转身拍掌，乙架手点腿。甲拍击时松臂抖腕，乙弹踢时小腿摆动力打脚背。甲卢手撩阴掌，乙片旋横推。乙左手翻掌按压时要弧线旋转用力。甲绕步双推掌，乙搂压劈掌。甲双手捋回再前推，乙右手搂按，左掌劈面要连续，力点在掌沿。二段拆招，首先请完整的欣赏一遍二段拆招动作。平川掌拆招，拍掌拆招，卢手撩阴掌拆招，绕步双推掌拆招，百步横肘拆招，架手弹腿拆招，片旋横推拆招，搂压劈掌拆招。现在进行二段拆招动作分解教学。平川掌拆招，甲乙相对站立，乙右拳直击，甲左扣压腕，甲上步俯穿。拍掌拆招，甲乙相对站立，乙右拳直击，甲盖掌下压，甲拍掌击打。卢手撩阴掌拆招，甲乙相对站立，乙右弹踢，甲绕步勾搂，甲上步撩裆。绕步双推掌拆招，甲乙相对站立，乙右拳直击，甲绕步双抹，甲上步双推掌。百步横肘拆招，甲乙相对站立，乙右拳直击，甲穿掌隔架，甲刁腕后拽，架手弹腿拆招，甲乙相对站立，乙右拳直击，甲双手上架，甲分手弹腿。片旋横推拆招，甲乙相对站立，乙右拳直击，甲左手下压，甲片旋横推。搂压劈掌拆招，
甲乙相对站立，乙双推掌，甲左手搂压，甲上部右劈掌。首先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八卦掌的基本形态。动态。狮子抱球，左势，并步直立，屈膝下按，左脚迈出，左手阳掌向前上方伸出，右手阳掌从左小臂下穿出，身体左转，右手向下向上画弧摆至头顶，手心向下，掌指向圆心，目视左手，为狮子抱球。三段单练套路，左右式。首先，请完整的欣赏一遍三段单练套路，左右式。现在请看三段单练套路左式第一掌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三段单练套路左式第一掌分解教学。抱拳礼，身体右转，两臂上托，屈膝下按，左狮子抱球，左脚进步，右脚上步，左脚上步，右脚上步，左脚上步，右脚上步，左脚上步，右脚内扣，摆步转身，上步反叉掌，扣步左转，退步劈掌，上步左托右撩，侧步右托左撩，转身抱抄，翻身过臂，退步转身，上步劈掌。请看三段单练套路左式第一掌动作要点提示。双劈掌，退步与劈掌同时完成。
左辽托长。辽托时身体微后仰，右劈掌，以腰带动手臂发力，扣步与劈掌要同步。现在请看三段单练套路左式第二掌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三段单练套路左式第二掌分解教学。上步拍手，上步穿掌，扣步转身，上步分掌，左手下搂，进步扑面掌，根部穿手，上部掖掌，扶掌右抹，上部双扭，转身合臂，上部右劈掌，左转反叉，左腋底藏花，右狮子抱球，右脚进步，左脚上步，右脚上步，左脚上步，右脚上步，并步下按，身体右转，抱拳礼，现在请看三段单练套路左式第二掌动作要点提示。左分掌，左手分掌时小指外侧着力，右扑面掌，扑面掌时掌根着力，左雕手反扭，雕手呈握拳，反扭时大臂抡起。三段对打套路左右式。首先请完整的欣赏一遍三段对打套路左右式。现在请看三段对打套路左式完整示范。
现在进行三段对打套路左式分解教学。
抱拳礼。椅向后转，甲乙两臂上托，屈膝下按，左狮子抱球，左脚进步，右脚上步，左脚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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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步，甲乙右脚叩步，甲上步反插掌，乙上步右穿掌，乙左转，甲转身举臂，乙左分掌，甲退步双踢，乙右扑面掌，甲撤步闪，甲左撩脱，乙随势，乙左手上挑，甲随势，乙旋臂横砍，甲撤步闪，甲右撩脱，乙随势，乙雕手反扭，甲百步翻身，乙反扭，甲叩步翻身，甲横步闪身，乙拧腰闪身，甲乙上步右劈掌，甲乙左转反插，叶底藏花，右狮子抱球，右脚进步，左脚上步，右脚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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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步，左脚上步，并步下按，甲向后转，抱拳礼。